Mann, Mann!高兴阿姆斯玛格丽能够来香港做取材，那今天是由那个唐东商做取材人员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请他做一些简单的问题询问。なかなか非常に面白いと思います。結構チームワークが必要だと思うので、戦略を練られても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。そういうところが今までのやつとは違うと思います。面白いと思います。他对于这次的比赛呢，因为跟日本所有的那个目前在玩的方式是有点不一样，所以他觉得非常的有趣。戦略は何ですか？对于今天的所有的战略大概是怎么样？我说吧，我们今天就是发挥我们两个人的团体合作，因为我们知道两个人进去一定是团体合作，不可能就是一个人就打完一个 stage。所以我们在分工的方面有一定的分工，可能就是说我在某一部分我就负责你就走，那到下一个 stage 那就大家再看怎么样。还有飞机场那个 stage 我们就是用我们平常在练习的东西，就是去找目标物，就这样打。对，普段もトレーニングしてるんですか？都会在星期日的晚上，就是工作的晚了，我们就会一起到一个场地上面，一个安全的场地上面，我们就会做练习。那通常练习的内容都会以一些比赛为标准，可能我们第一次打计算机，我们就会找一个360度的 stage， 我们就自己在里面练。对。那你们有信心对代表香港队去台湾就？对，听不到我们说有信心，表现性啊，有，非常有。